作业写完了。写完了，我监督了他一个小微微微微。书包收拾好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。好呀，看一下妈妈的智商怎么样。先是什么水不能喝？什么水不能喝？墨水？不是哦。香水？不是哦。那是什么呀？水心水。啊！接着来吧，妈妈。什么花不用土？嘿。什么花不用土？糖花？不对。那是什么花呀？绣花呀。看来妈妈的智商还是太低了，是不是？确实低。妈妈，你再出一道题吧。什么军队的人最少？肯定你猜不出来。空军最少。不对。不对。海军。那是啥呀？那是什么？是冠军。再来一道题。好呀，那你出吧。嗯。觉得你的题太难了，我一个都没答出来。鸡蛋最怕什么？这个我知道。石头是不是？错。那你要你爸爸猜是不是石头？鸡蛋最怕什么？鸡蛋怕石头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爸爸也说是石头。那你说是什么？是西红柿呀。啊，西红柿炒鸡蛋。妈妈的智商太低了，还不如你哈，小小。妈妈，最后一道题，来吧。什么鸡没有翅膀？你知道吗？你那么聪明，还会不知道？铁公鸡，是不是铁公鸡？你才铁公鸡。是啊。是吗？是铁公鸡吗？是啊。你们两个人火就火了哈。明明是田鸡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，不猜了。现在快9点了吧？就你这智商，一个都猜不出来。